命你两分钟内送纸到三楼南侧。这条丑陋，神经病吧？你可以不来，后果自负。小心违约，或者拖到上课时间再说。 紧张干嘛呀？我又没脱。龙人爷，你这样折磨我觉得很有意思是吗？哎，我这秒表还不错啊，挺准时的。无聊。所以才拿你消遣啊。我现在可以走了吧？哎，先别走嘛。你们想干嘛？真人出演，一镜到底，特别完美。你想看吗？ 无耻，下流！哎，对了，老大，我们这段视频呢，是用纪实的风格呢，还是用蒙太奇的手法呢？标题我都想好了，就叫《本城优等生，勇闯南侧》。哎，这个好。龙人义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拿你找乐子呀。哎。 新买的这块表还是比较准的嘛，说的漂亮了。